哈拉比早安，我是一位新时代的活力女性，我喜欢健康的人生，我不吃热色食物，铁牛爱吃的我都不吃，风象星座的我不喜欢被拘束，洗澡一定都3个小时起，门一定锁死，因为自己的空间要自己打造，让我想便便的老公也只能在外面憋哭。我活动的范围都是无菌的，恰到好处的洁癖是我的人生哲学。你打乱我的节奏了。嗯，有吗？刚不是叫你整理吗？也太乱了吧！有啊，我有整理啊。你看，啊，哎呀，哎，怎么又这样啊？我都没见，我头这疼啊，我头这疼。我受不了了，实在太高了。决斗吧，吴嘉伟。规则很简单。啊，秃椅子，该不会要改名字吧？太神啦！那就用这个决斗吧。哎呦，要用儿子来赌注吗？是这个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为什么是躲避球？谢谢唐平爸爸找我们。我接受这个挑战。年轻人心高气傲，果然刚成年，我佩服你。谁先倒下，谁就输了。裁判，不好意思，你不是在摄影吗？为什么跑到这里？再次谢谢谭平爸爸。我先攻。面白い，力量是有了，但准度还差一点。让你看看我的国小成名绝技。啊，肚子好痛啊，伯平！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痛？走！可恶，竟然叫伯平帮挡，好强的孕妇！看来不升级特效，这场决斗是不会结束的。结束了，闪电球！Sky Shoot！ 哭啊！特效居然比我还多。退够了没？很干呢、欸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现在立即下载《斗球儿弹平案》，燃烧吧火焰球！王子我都放在下面了，接招吧火焰球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接招不要！我说了吗？你这是火焰球吗？想学啊，我教你啊。想下载，想玩。哎，昨天我跟你讲，你那边边都够我刷到啊。不是啊，天牛，重点是干我屁事哦。哎，不会，哎，我把书打完呢。懵懵的，叫青叶奶啦，叫青叶奶啦，叫青叶奶奶来，叫青叶奶奶。Thank you.
那是要多久啦？哎、欸，画面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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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说啊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睡。想学啊？我教你啊。恐怖片的感觉。好